事实上，在那次万人召集之后，赛中的腿伤就复发了。就在此时，海盗节目邀请赛中参加，赛中没有退路，只能答应。给君君哥打了个电话，从此
之后，一切走上正轨。我只是偶尔在电视上看到他们，那感觉恍如隔世。直到那一天的那一通电话。벌써출발을했다고요그래그러니까가서적당한자리하나마련해주고일좀가르쳐이번에사람못만들면그놈자식평생집안망신만시킨다알겠어요제가알아서잘데리고있을게요너못났어도장씨집안아들아니냐이겉보기에는어디내놔도멀쩡한데말이야